现在手指头都是啊啊，你害怕吗？其实我很怕，这个就是表面上说就是很怕，但内心风平浪静的你。等一会儿静静的看着他表现，好，你就好好保护我，你在后面本色出演就好。好的。所以你想到底谁更害怕？说实话，谁更害怕？都害怕。应该是他。对，应该是我更害怕一点，因为我看鬼片我都。彼此互相吗？但是我还有一场幻想的戏，我要表现就很不怕的样子，很不怕，然后他又很害怕的样子。对，其实那场戏很好，可以夸张的那场戏可以真实的。你真实，我真实。我帮飞哥问一个，你们很害怕的时候是报警还是报警？说报警对方。此处省略一万字。很难采访的两个人，很难。后背全是汗。可以。而且我要怎么样把你扛起来？正常，是没办法再扛起来。就是上面写说，我几乎是把你扛出来的。就这样，这我真的没扛。就是因为我腿软。我还以为上面我把你背起来。啊，拖出来，我就可以拖出来，可以拖出来还是挺好的。对，然后你就是在地上那个，我觉得那样挺好的。